我们现在要欢迎这一位啊，他非常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但是呢，更会做美好的食物哦。南丽月师姐你好，大家好。哎呀，你看我们的丽月师姐随时随地都是让自己做漂漂亮亮、整整洁洁，然后呢，这份庄严就是要跟大家结这个好缘。一看就很欢喜，对不对？是的，每天都欢喜，每天都欢喜。但是这一份美呀、啊，是小的时候就是受妈妈影响的，对不对？对对哦，哈。可是以前的美跟现在的美不一样哦。以前我妈妈常常跟我讲哦，啊，吃好无人知哦，啊，穿水哦，通人拢有看到。所以哦，虽然经济不是很好，但是妈妈都买了，让我们很能跟得上时代的衣服。大家街上都可以走来走去，不会绕腿的，很棒哦。其实我看到了也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妈妈嘛是安妮哦。好，那但是呢，现在的美又不一样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让大家先来看一下现在的美跟以前的美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哦。我以前每天都在华丽的衣物当中庸庸碌碌的过生活，我心里想，难道我要这样过一生吗？每周三傍晚，蓝丽月师姐都会随同一群志工，在内湖的社区里做资源回收。那因为配合礼拜三政府没有垃圾车，我们就赶快来收。上人一直呼吁我们做慈济是从社区做起，这个也是社区的关怀啦。因为有时候来人家会很久没来，我们问他说那么久没看到了，他说生病了，我们就会去关怀他。或是有菩萨来，我说你今天心情有不好，他说身体不舒服啦，我们就会关怀他。这样投入慈济16年的丽月师姐，戴起手套，动作迅速地处理这些脏乱不堪的物品。你可以想象她曾经是个每天穿着华丽衣裳的精品店老板吗？以前出门啊，真的是什么颜色要配什么皮鞋，要配什么皮包，真的实在是庸人自扰之哈，走不出去，心里想说会不会被人家比下去。但是呢，穿了制服以后，我发现我3秒钟我就可以决定了，今天是穿长袖还是短袖就可以出来了，然后节省很多时间，可以来当制服。当年身为老板的丽月师姐，只是单纯的捐款募款。因为921赈灾，看到人人都发起善心，才决定把店收起来，做一位全职志工。在做志工的过程中，她看到了许多灾难和贫苦。于是更坚定了他走菩萨道的信念。有一次我到一个那个南港，那时候他也是淹水。那这些阿公阿嬷是因为他是低收入的，他住的是地下室，所以师父为什么要开这个慈济世界，就是让这些弟子们见苦知福。我那时候进去那根本没有办法闻，因为他们的洗手间就在地下室，那住的也是跟都是一体的啦。我发现床上躺了一个老的，还有一个儿子是智障的。我真的时候在那想说，我真的有这个使命，要跟着上人来慈悲济世。这真做慈济真的是靠使命的。那家人来，赶快靠过来，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剪纸，因为他们有分大白、小白。彩色杂志、报纸这样分类的哦，他们都是80、90岁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因为退休而在家里休息，为了什么？为了爱护这个地球。最快乐哈，就是我可以跟大家结很好的缘，比如说哦，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哎，我自己体悟说，哎，东西真的是。需要的不多，是想要的太多了。所以从我们家，我就开始把不需要的就跟别人结缘，或是拿到洗衣服这样就好了。我的心境也比较会清静。卸下华丽衣裳，更显现出丽月师姐优雅淳朴的气质。现在师姐常常都早出晚归，把握当下做志工。师姐说，做志工也有觉得累的时候，但是一直都会有很多好因缘在推动他往前。像是他每次做香鸡，大家都会对他所做的料理赞不绝口，让他始终保持源源不绝的动力呢。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看看他今天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好料呢？
你看吧，人生真的是有很大的转变，不一样，但是都是很美，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你要做那个美好的料理，跟大家结好缘。对，这个料理叫什么？豆包破布子。哎，听起来就是那种很平时跟家常的菜，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让大家看一下豆包破布子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豆包破布子。材料有新鲜豆包五片，破布子一块，姜少许，香菇两朵，红萝卜少许，九层塔少许。调味料有酱油、盐、糖、香菇粉各适量。好，豆包，哎，好，豆包是要切，你不能切太脆，如果太切太细没有口感，也不能太粗。咬不动哦，所以我们有点斜切的这样。哦，还要用斜的。对，这样。哎呦，我第一次看人家豆包这样切。对，这样有点口感。哎呦，哎，我们平常就是按那滴滴安那呀。滴滴哦，就粘起来不漂亮。哎呦，很好哦。哦，厉害厉害厉害，这个第一招就已经厉害了。好好好好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再来呢？如果你十个豆包的话，你就配两块这个破布子。我最爱吃破布子，但是想到它的籽，我头就痛。所以这个有耐心的师姐，这怎么处理？这个真的要很细心。对哦，那你在处理的时候是慢慢捏嘛？对，慢慢捏。所以哈，真的要给小孩子吃的话，要更用心，跟老人吃。那现在再来是做什么？就是先切香菇，我先切一朵给大家看就好。OK， 就是切细细就好。要这么多吗？不用吧。四朵都要。哦，有这个你看，脚靠后嘞，这个就是很有量啊。这个量就是。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跟你讲，这个做起来，把它装一碗一碗，都放冷冻柜，客人来的时候就把它扣一下，就可以当哦。你说今天这套料理，对，那就当请客的菜呢，这不是好，因为破布子哦。好，来，还有九层塔，要切，哎，对，要放一点在里面，因为这边都是那种豆色的哈，是，都是黄色，我放一点绿，还有，所以你说嘛，客人来的时候，我还可以把它端上来。啊，这个你有时间就先把它处理好，对不对？对，你很爱请客哈。哇，我每次煮一道菜哈，还没客人还没来，我就心里想说，趁客人还没来，我赶快先端一碗去给谁吃，给隔壁吃，给对面吃。我会多做，多做是为了跟住地讨会分享，鼓励他们吃素啊。就举两个。我今天光要出门，在那边等车，他们就看我拿一个锅子说：“你要去哪里呀？你要去露营啊？”我说：“不是，我要去露营。”说：“我要去家里要做素食。”他说：“那我们就可以学。”我说：“哦，我常常煮给你们吃那一道就是。”他说：“哦，那我就不用学了，在家等着吃就好了，对不对？”对对对，好好好，这个就是我还第一次就是说知道原来用这个九层塔是拿来。代替好像其他的新香料，对不对？对哦，哎，这个都是通常都是在起锅之前才放，它这个早早就把它放下去，下去炒，让那个味道也跑到这个豆包里。对呀，毕竟它蒸过又有九层塔的味道。对呀，对呀，对呀，你看这个多棒！那我再切一点红萝卜，是为什么呢？有绿的当然有红的。颜色也漂亮，对，营养也均衡，对，对不对？好，所以说像你这样子爱做料理，跟人家分享，你本来不是做吃的啊，你本来是做服装啊。对呀，那时候进来瓷器，根本只会踩沙沙呀，你。踩沙沙什么意思？就是青菜烫一烫而已。踩沙沙，哎，这个形容词，哎，我起码还是踩沙沙，嘿。就踩沙沙呀，你啊你。我踩沙沙，然后起码是被炒一下。还没啦。还没有，还要切什么？切姜。哦，想起来。一定要爆姜。爆姜一定要爆起来，对不对？所以你本来是做服装的啊。对呀。啊，怎么会做料理？跟你讲，开了。
很久的服装店，因为那个都不用碰油烟，那就要念念。对，他看到很多贵夫人买了很多很贵的东西回去，啊，不是盖好探钱哦。没有，我后来发现他们也很少在穿，我就问他们说啊，你们衣服怎么买回去都很少穿？他说对呀、啊。我就说，我们把那个钱存起来好不好？他说，那我们不要跟你买衣服，是不是？对呀、啊，人家是来跟你捧场的，卖做行李啊，你卖来卖啊，然后我店收起来。没有，我可以做瓷器啊。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当幕后的，已经在当幕后。哎，也舍不得，都还在那边放不下那个生意嘛。对。好，我们现在要把锅烧热。好好好好，因为你这个锅子很容易就热了，所以这个是你习惯用的，抓得住它的那个火候，对不对？嗯。所以它的那个油要多一点，是不是？哦，要整个这样子。淡，因为你炒到别量才不会腻。他说的也是，拿起来淡就好了。哦，没有用到这一步。好，先爆香香。嗯，爆一下。这个在香菇哈，锅要够热，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刚才讲啊，做漂漂亮亮的服装的，怎么会去跑到这个做料理？我觉得你当志工应该到巧艺坊去啊。有，我有，是不是？有。啊，怎么会跑来做相机？因为相机有啊，我现在当导览。还又做到，你看刚刚在志工都有拍到啊。我相机以后我就做环保哦。上人说：“你不要一直做环保，不能一直哭着压在做环保，你要挺身说环保。”现在我们现在就来导览这样。他在导览有时候如果是社区的妈妈来，我会教他们怎么吃素食，很快哦。就又顺便教他们。好，你是顺便有时候给社区妈妈便当的时候，他们说：“哦，师姐，你这便当怎安怎煮？”我就简单，我给你讲一下他。啊，请问你是本来就真好煮，还是后来进来慈济才学？哎，才越学越就是那个漂亮店工收起来后，那时候刚好遇到那一台风，那我们内湖联络处是中央厨房，你知道我们全靠内湖园区的师兄师姐在养我们哎，因为那个大爱台每天要吃饭都靠这边，感恩呢，嗯，就一直去学。好，这个时候哦。把那个炒完以后就来炒豆包，爆香了以后把豆包丢下去哈，啊你不要一下就是铲它了哈，铲它的狗起来，它会碎掉是不是？对，就先让它里面东西再让它味道再跑出来嘿。豆包下去就是要煮这一道菜哈，是不会煮的人也可以看沾糊，为什么？你只要沾锅没有关系，因为我等一下破布纸放下去，我要加水。哦，像我这种人，你就可以，他有救，所以你在家你可以多煮一些，你就是每一碗放冷冻柜，拿去给妈妈吃，给爸爸吃。哦，这个你们真的太贤惠了。哎呀，我每次买菜哦，他们都说，哎，你今天煮什么？我说，哦，炒糯米椒。哦，我儿子今天要回来吃饭了，我说好。他们还说墙壁要打洞。你看哦，旁边。它还是会有一点，那都没关系，铲一铲就好了。等下水要加进去啊，对，不用怕，不要怕，不要怕，豆包你就放冷冻。有一种破布纸是在超级市场有卖，你不能买罐装的，那个都不行，玻璃瓶的，因为它没有胶纸。对，那是七点七点的。对，那个是配稀饭的。哦，丢，那个不一样哦。我刚学的时候就是买那个回来，结果呢？结果它不会凝在一块啊，不会成型啊。哦，今天我们要凝在一块，不是靠豆包，我是靠这个胶纸，靠破布纸的胶纸。好，这时候我放一点糖，放一点糖，让它有点上色。放一点点盐，因为破布纸有咸的，再我一点点就好。再一点点香菇香精，再炒一下，很香的。其实它有一点焦焦香香的，还更好吃呢。没有，等一下成品就不一样了，就不能香了，不能焦了，不能焦了。这时候再淋一点点，请你帮我破布纸拿过来。哦，这个吗？这个吗？这样够了吗？够，加水。好。
好，我在家绝对不能这样做，会手忙脚乱，最后就是烫红就不会啊，这样子会全部要把它处理好。哦，它自然就起来了嘛。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还可以再来一点。哦，它香香的，咸咸香香的。对，这样的食比较少。你们家小孙子爱吃吗？他说阿妈煮什么都好吃。哎，请你再给我一点水。OK， 再来一点水。好。为什么要加水呢？因为那个水下去让那个破布子好，它会有那个胶质，嘿，它的树脂会开始受粘稠性。那破布子是有粘稠性，对呀，粘不了。所以你刚剥完手就会黏黏的。所以那个龟裂龟裂跟这个不一样。对，那个就没什么粘。你以前用那个做不行，做不行，粘不起来，粘不起来。那个我把那个龟苓龟苓一直捏到很龟苓龟苓，那可以煮汤，煮苦瓜汤，这样就对了。还有那个红烧苦瓜就可以了。对，那个就好。或是你豆包如果剩两片还没煮，你就把那个放几颗下去蒸就好了。好啊。这种破布子要去哪里买？因为超级市场没有，我看过，是菜市场里面的那个。传统市场，传统市场里面的那种，好像卖酱菜类的，卖酱瓜，酱瓜酱菜啊，那个腌姜那种店，对，一直有卖那个硬皮啊的店，一般都有。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去台南的时候，台南那个他们叫那个破布子饼，哦，那个一块一块的。你就稀饭就这样扒来吃，也不用炒。其实不难买的，一般传统市场都很容易找得到。对对，嘿，啊，那个红萝卜再丢下去配色。好，那这个红萝卜可以炒两下没关系，但是高站台它就是快一点。哦，要它有味道。你不要说在焖水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下去就不对了哈。为什么？因为它会黑的。啊，对的，可以放啦，就是时间你拿捏的对就好了。好了哈，啊，这样我好了哈。你好了怎么办？我来弄装碗。哦，用一个碗来把它装在一个，像比如说小碗。我今天半碗。对，我今天煮几样，我就把它。我这样子可以做两盒吧。我有时候哈，心想，这碗给什么师姐啊？他。只有一个人而已，我就拿一个小碗把它装起来，那我就放冷冻。我下次要去联络处，我看到他。啊，这个碗好像他们家四个人，我就要装差不多这个碗给他。对对对。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好像是母亲遗传呢。以前我们家拜拜也是，妈妈就一碗饭就放个菜，来端去给隔壁阿嬷，因为阿嬷只有一个人在煮。在家很可怜哦，好温馨哦。对啊，以前就这样。哦，从小受到妈妈的影响哦。像这个这么小的碗，可以不装？可以啊，我一餐就要把它吃完，我也可以这样算。好可爱，对呀、啊。好可爱哦，好。啊，这个有时候在拜拜的时候，过年哦，年夜饭，哎，供菜的时候，供菜这样一份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人压一下，因为我等一下倒扣，凉了以后我要倒扣。好，这个是不用再去处理了，都不用蒸了。哦，原来我还以为还要蒸。我那边有带一个蒸好。哦，有没有要蒸吗？就是说冷冻再蒸。好，现在我们就是在家里把这个做好之后，连碗一起去冷冻。不行，你等一下再扣给你看。怎么连碗冷冻都破掉了？哎，我问的多好，我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像你这样，每次老师都会夸奖我。这个好问题，因为都问到别人想不到的问题。好，不能连碗了，那我要怎么样去冷冻？我扣啊，碗冷冻会破掉，不能不可。所以我煮好了之后，就放在这边凉，等它要凉才行。凉好了，凉好我就可以扣了。量好就扣在，我就可以扣出来。扣好，我再拿去冰冷冻。你量好扣出来，它不会锁起。
就是单一凉，这热的小小的袂冻嘛，对不？练起它会粘在一起。哦，这有一点像做果冻一样的意思。对，为什么要水下去让那个破布子的胶跑出来？其实它粘稠剂。哦，好，这样我终于了解了哈。那但是我们这样子一颗一颗扣好，然后放保鲜盒去冷冻。那我要请客的时候拿出来，怎么蒸？你煮饭。跳上来以后，这一个就放在一个小盘子，放在碗那个饭的上面，五分钟就可以吃。好，现在这个是要把它扣出来，扣给我们看。对，好，这样子。那如果一下就成功的话是最好，如果没有一下成功，你可以筷子。用洗啊，洗筷子都可以。把它旁边洗，不要让它粘太久，因为那个。它放到凉的时候，其实它有时候也会粘到盘子。成功！哦，好漂亮哎！哦，那你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今天是要宴客的话，哎，我高赞塔全部用完了，我那个高赞塔像三个叶子，薄荷叶，可以把它装饰一下，对不对？好，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了解了，哎。这样子好不好？播出的时候通知那些每天等着吃你做吃现成的，有，他们有叫我通知他们，然后跟他们讲说，以后自己做，因为学你多做一点，也跟别人结缘，对不对？然后我下次跟里长讲，他们有办活动，我们会去教数学的。好，好，那到时候请你当主持啊。然后。嗯，你纸要小心哦。我有，咸吗？我不敢弄咸，因为这个老人可以吃，我不敢弄咸。好，如果真的是要让真的老人家或更小的小 baby， 你就多花份心思把它纸都捏干净一点。嗯，就不要配合纸。对。那一般的人，我们吃这道菜要有一点耐心，会慢慢的吃，慢慢这样用心。那如果敢吃辣椒的话，可以剁碎碎哈，再放下去炒，其他又。绿色有重色，好，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延伸百遍，对不对？真的太好吃了。今天我们这个我们师姐的故事啊，也不是这样一下两下就可以讲完的，但是重点就是这道有妈妈味道的那一份又很朴实爱心，对，真的朴实又家常又有爱的料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感恩你，感恩豆包破布子，做法是豆包斜切条状，破布子用手捏碎去籽，香菇、九层塔、红萝卜、姜切细备用。取油锅，将香菇炒香，加入豆包翻炒，再加入所有的调味料、破布子，适量的水烧煮，待水分稍微收干之后，放入红萝卜、九层塔拌匀之后熄火，盛入碗中用饭匙压平，待蒸好之后倒扣放置盘子里面摆盘就可以了。